2007年第五條，咁而家咧就有隻馬拖住嗰個盒，咁咧佢就係一個嘅uniform velocity。咁所以啦，如果on a rough horizontal surface 啦，咁所以咧譬如隻馬你佢係向前行嗰時候咧，佢係你硬個地下向後，所以咧個 friction 咧就係向前嘅。咁但係到個盒啦，到個盒呢、這個盒咧係被隻馬啦拉向前邊啦，咁就所以咧個 friction 咧就會係向後，咁所以咧就係、是、horse 咧就會係forwards 啦，而呢個盒咧就係、是、backwards， 所以答案咧就係 D 啦。